Hey, what's up, everyone? We are going to be playing Some Love Is All Around. We got to do some chapter three here. And it's a pretty fun game so far. I'm enjoying it. Here we go. So we're going to go ahead and hit start. We're going to go story. And we are going to start with chapter three. By the way, with chapter two, I ended up with 98%. And I found out part of that 98% was letting your timer go out. But I do not know where the other 2% is, but it's okay. We're gonna go ahead and go to chapter three. Let's see what happens with the ex-girlfriend who has come back out of nowhere. Let me go ahead and adjust the screen real quick before we start. I think we should be good with that. There we go. We there? Okay, here we go.我欠你家那点钱，你至于追着我要？好呀，那你现在就把我的钱给我。我拿不出来，还这么大口气？你觉得我是赖账的人吗？咱们从小一起长大，你还信不过我呀？你说来这个城市是为了不连累其他人，挣钱还债，你挣到钱了吗？我正在挣钱的路上啊，我那不是还没挣到呢吗？你别说那么多，现在你就把这个协议给签了。Trap. 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贴身助理，24小时必须随叫随到，我的命令就是圣旨，懂了吗？懂了没？懂什么呀？我一摇铃铛，你必须马上出现。不是沈慧欣，你把我当什么了？狗？狗，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哎呀，别胡闹！我明天还得上班呢，怎么当你助理？那就辞了好了。辞了。对了，这个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们俩还因为抢金鱼打过架呢，记得吗？哥哥哥哥，我要玩。不给你玩，给我玩会嘛。不给。你又欺负妹妹，快道歉！你到底记得不记得？Of course you remember。没记得，我就推了你一把，还被我爸揍了一顿。我当时是假哭，不过看你挨揍还能不哭，还是挺厉害的。这个送给你，算是对你的补偿。这都喂了好几天了，怎么还不见长？姑爷，你上次给我拍的那幅画还挺好看的。是吧？我也觉得不错。你最近怎么样？还行啊，就挺好的呀。我在外地看展，回去后我去找你吧。姑爷，你在干嘛？工作期间谁允许你打电话的？你疯了？还债协议里也没要求不能打电话呀。那我就把协议改了。沈慧星，你适可而止吧你。你怎么还跟小时候一样欠啊？怎么样？你打我呀？逼急了就打你啊。你。小时候又不是没打过你，你这么凶，你真生气啦？我记得你小时候就欺软怕硬，怎么现在还这毛病？还不是你小的时候欺负我，给我留下心理阴影了。那你说吧，你怎么样才能不生气？你打我一顿。我干嘛要打你啊？你以后别太过分就行。那刚才的事儿怎么算？就这要惩罚？那这样，今天你给我放天假。放假？你要干嘛去啊？
Oh man. Let's go meet with Shanghu. 顾一哥，最近过得怎么样啊？我听说一般债主都挺凶的。哎呀，没事，他不敢。这不，我给他放了一天假嘛，今天咱们俩好好玩一天。嗯。水龙头又漏水了。哎，没事儿，交给我，放心吧，肯定能修好。放心吧，我肯定能修好。这把废了。Take us back to the right. 哎呦，我这么多水啊！哎，不是，躲起来，躲起来！蔡雄心躲避。顾一哥，你先回去吧，我今天不想出去了。Oh man, we're gonna have to pick the other answers. 去找小鹿了。你怎么知道？朋友圈说的呗。你现在到底什么情况？债主折磨你没？没有，说是债主，其实就是从小认识的妹妹。我们两家父母很熟。再具体说说。你怎么这么八卦呀？她叫沈慧星，从小人就不靠谱，总是缠着人。是不是只缠着你？我觉得我有办法把你救出来。你有办法救我？什么事那么着急啊？你能不能上点心啊？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儿啊。哦，那怎么救啊？方案就是让我假扮你的女朋友。假扮女友？嗯，沈慧欣明显就是喜欢你，让我假扮女朋友，让她知难而退。这能行吗？能不能行，试试不就知道了？别磨叽，同不同意？那咱们试试。把手机给我，我都准备好了。好啦，待会儿快递注意查收。宝贝，人家想你了。宝贝，人家想你了。宝贝，人家想你了。宝贝，人家。注意吗？你的快递。哦，好嘞，您稍等啊。不错啊，准备的还挺到位。OK。宝贝，人家想你了。喂。宝贝，人家想你了。已经把他气走了，出门跑步了。再来几天，他肯定崩溃。哪儿呢？那哪有狗啊？非得这么腻歪吗？哼！喂，我已经按照你的方法把他气跑了。我想到一个一击致命的方案，马上逼走沈慧星。咱不要这么狠吧？听我的，咱明天见。看，我们有宝宝了。Oh my goodness. 骗人的吧。警察报告都在这儿呢。顾毅，你怎么不说话了？我激动的说不出话呀。这报告果然是你 P 的， P 图也不仔细一点。医生的电话至少要 P 个真的吧。还债协议上明确写了，顾毅，你不能撒谎，否则就要延长你当助理的时长。现在我就可以让你在我身边多待一年。这事儿是我一个人挑起的，我可以一个人承担。你说吧，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免除顾毅那一年？让你做什么都行。废话。顾毅哥，你有没有看过他素颜的样子？没有。你这精致的妆容，你到底要说什么？你痛快点。你现在当着我跟顾毅哥的面卸妆，我就当你们骗我的事情没有发生过。
行，洗手水拿来。哎，你别闹了。顾毅哥，你要是不想让他卸妆呢，也行，你就要在我身边多待一年。不就卸个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不怕顾毅哥看了你卸妆的样子，就不理你了？当然了，还要看顾毅哥的心情，看他是想在我身边多待一年呢，还是想看你卸妆。顾毅哥，你说话，你同不同意我卸妆？是。Okay. 那行吧，卸妆吧。顾毅哥，你就这么不愿意在我身边待着吗？啊，是。你少废话，卸妆水。好，你等着。That worked. 你现在就把整张脸放进去。你们女生都这么卸妆吗？卸了妆好像更好看了。烦人，哼。She is beautiful without makeup. Wow. 顾毅，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人要买你的画了，而且要跟你见一面。真的？啊，好的好的，那我现在就过去。谢谢你啊，云思。干嘛去啊？有人买我的画，说要跟我见面，我出去一趟。我也去，我也去。你干嘛去啊？我口才这么好，脑子这么灵，帮你多卖点钱。Oh my！ 他在路上了，您稍等啊。He's very cute though。哎，你来了。介绍一下，这位是陈总。啊，陈总，你好。哎，慧星，你怎么在这儿？啊？陈叔叔，你怎么在这儿？你先说你怎么在这儿，是不是又背着你爸爸跑出来吓唬闹了？ She planned this out. 你也来买顾毅的话？我没有吓唬闹，我是来旅游的。你真是来旅游的，你要是骗我，我现在就给你爸爸电话让他接你走。我没有骗你，不信你问他。他不是来旅游的，他来那个……我也是来买顾毅的画的。你也知道，我爸爸快生日了，也就还差11个月吧。我想给他个惊喜，你不要告诉我爸爸。好，叔叔啊，替你瞒着。She's gonna kill you.顾毅啊，你很有天赋，潜力也很大，你可千万不要浪费天赋，仗着年轻就天天傻玩。叔叔，你说谁傻玩呢？我啊，是替你爸爸担心。慧心啊，你也不小了，你应该啊。啊，我耳朵不舒服，耳朵不舒服。不愿意听我唠叨，好，那我先走。啊，陈叔再见。谢谢你啊，云森。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哦，对了，之前你工作的那家小花店呢，他们要转让了，我帮你联系了一下，我觉得你可以接手。到时候呢，你就画你自己喜欢的画。你看，今天不就有人来买你的画了吗？嗨，算了吧。你要是担心钱的问题呢，我可以先借给你。总之，先接下来再说。真的不用，我不能再欠钱了。这个店我接了。沈慧星，你干嘛呀？我接手你经营，挣的钱刚好给我还债。你就这么做主了？不然呢？你什么时候还我钱？Oh man.
man. This is becoming like a harem anime series. This 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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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arem anime series.我听说你要开画店了，为你感到高兴。都瞎凑什么热闹呀？这些都是我朋友，你懂点礼貌行吗？顾毅，这面墙怎么装饰？你有主意了吗？还没想好。我有想法。我也有想法。那我也有。是什么主意啊？As mentioned, I will go with Yunsi.我觉得云思这个好。好什么呀，死气沉沉的，没生机就没生意。我也觉得有点沉闷，不好看。我作为本店最大股东，我坚决不同意。那，顾爷，你怎么想啊？我觉得吧，你们选的都没毛病，各有各的好，但最好的应该还是我的。你的？你的是什么？纯净美，就保留一面大白墙。故意，你就是想偷懒。你们就这么看我？嗯。好了，那我也不解释了。这样，咱们每个人的方案都融合起来，拼一个。嗯。好了，哎，走吧，走吧。走了，走了，走了。One would you choose? 帮我找最好的墙纸，要最好的，不怕贵。我来调颜料吧。你确定你可以调得比我好吗？确实，你这方面比我再好。哦，对了，你人脉比较广，那幅画的授权你去问一下。当然，让你见识见识我的人脉。喂，你有幅画的版权可以给我一下吗？哦，你说那事儿啊，我这两天就飞过去给你办了。搞定。于思姐，我帮你调颜料吧。调颜料这事儿还挺复杂的，你学过吗？没学过。我教你。不用了，不用了，别约我，耽误了时间。快忙吧。程一行，你去那儿。小鲁，你站那把画扶一下。对，云思，你看这个画正吗？挺好的。嗯，我觉得也是。哇，这么和谐啊！顾毅，这个画店是你事业翻身的开始，你以后会超有钱。不过呢，钱都是我的。凭什么钱都是你的？你欠的钱不得有利息？我给你投资开画店，不得有分红啊！你还挺会做生意啊你！我这生意头脑，必须帮你吃成商机。慧星，这就是故意，眼光真一般。你懂什么？
顾毅哥的魅力不是你一般人能懂的。你瞒着你爸来找顾毅，想过后果没？什么后果？少装傻。你爸可说了，不让你再跟顾毅鬼混。就顾毅欠的那些钱，他这辈子也还不上，也翻不了身。你爸要是知道你跟他鬼混，非得给你赶出家门，冻银行卡不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有什么好怕的？顾毅哥不就做生意赔了点钱吗？再说了，赔钱也不能怪顾毅哥啊。他那么厉害，肯定会东山再起的。东山再起？你拿什么确定啊？我就是确定。你根本就不确定，少骗你自己了。我问你，你从小过过苦日子吗？你都是娇生惯养长大的，没了你爸你打算怎么活？我没想过，也不想想。你这是在逃避问题。你爸的脾气我太清楚，他真能干出来把你扫地出门跟你断绝关系这种事儿。你打算怎么办？我不是还有你们这群朋友吗？我们这些朋友，我们这些朋友哪个不是跟着你爸做生意的？你爸要是一声令下，我们谁敢帮你啊？我可提前说，我不敢保证我能帮得了你，你也千万别找我。太烦了，我不想听了，不想听了。顾毅。啊？你都听到了。没听到。你明明就听到了，我以为你也会让我回家，可却没有。顾毅哥，你是不是也不想我离开？哎，你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OK。顾毅哥，我给你换个手表，劳力士怎么样？顾毅哥，你又推我。一直没开张，我们店都要黄摊了。烦、啊，你烦，好解决啊！小时候你最喜欢玩一个游戏，我们一起来玩好不好？哎，不玩。来嘛，你先听我说，就是俩人手掌对手掌，互相推，谁腿动了就算谁输，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玩嘛！啊，来来来，玩就玩。来嘛，来。Oh man。告诉你，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能不能专心点？来，我绝对不让着你。哎、啊 ！Oh my gosh！ 顾毅哥，你故意的。哦。云思，你来了。这会儿忙吗？嗨，就没忙过。你好。我们是做探店的，听说这里有一位大艺术家大隐于世，所以呢，我们特意过来宣传采访的。大艺术家，大隐于世。你们宣传收钱吗？啊，不收不收，我们不掐烂饭的。嗯，这样，您做幅画。我们把它拍下来，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您这是要刷墙？刷什么墙？我这是要创作，要绘画了。看啥了？拍下来没？开机呢，开机呢。这就是意识流，跟着感觉走。告诉你啊，越不把绘画当回事儿呢，画得越好。Lee, you can see he's pissed. 顾毅，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都是沈慧欣找来的托儿，
刚才信息我全都看见了。那你也没有必要这么坏呀，你完全可以。我不想再经营花店了，我不想弄虚作假。我是相信你的能力的，只是现在需要更多的人看到他。我可以帮你啊。我不能再让你们帮我了，你们一直都在帮我，可帮到现在我什么都不是。我不打算经营花店了，也不打算画画了。这样，我给你一点时间，你好好想想行吗？Oh, man. 今天这是要整哪出啊？这是。顾一哥，我爸他。啊，你爸怎么了？我爸他来接我了。顾一哥，你能不能等我？等你？我喜欢你，我从小就喜欢你。我偷跑出来，假装问你要债，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我想要跟你在一起。This makes it so hard. 我爸他知道我来找你，气得都住院了。顾一哥，你一定要等我。因为我跟你爸闹成这样，值得吗？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是我这些年最开心的日子。顾一哥，我不想离开你。喂，爸，我马上回去，我就是来告个别。顾一哥，我要走了，不过我一定会回来的，你等我回来，你一定等我回来。Good, there's no choice to be made. 沈慧星走后，我们一起的花店的房租已经违约了。房东不找我，我也知道是你帮我付了房租。你就当是我借你的。房子呢，我已经退了。那你以后？我会想办法。云瑟，那我先接个电话。老六，哎，那个我这有个房子要出租，就是环境有点不太好。哎，环境不重要，主要是便宜啊。是个地下室。地下室没关系。这可没有卫生间啊。啊，没卫生间也没关系。行，那你赶紧过来签合同。云思，那我先走了。等一下，顾毅。我家有个家具坏了，你能帮我修一下吗？那好吧。其实还有好几样东西它也坏了，一天也修不完的。你能不能住几天，帮我修完再走？云思，谢谢你。顾毅，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压力太大了。钱得慢慢挣啊，你不能说因为挣钱你把自己压垮了是吧？我原来最不在乎的就是钱，但是现在我只能多挣钱。是因为你的债务吗？我一直过得很开心，你们所有人都在帮我，但因为没有钱，因为负债，我也一直在拖累大家。我觉得我只有多挣钱才能摆脱现在的情况，至少能让大家开心一些。你的想法有点偏激了，顾爷。可能吧，但我现在只能这么想。喂，老六啊。我给你找了个工作啊。什么工作啊？不知道你能不能干。
就可能会有点累。哎呀，都行啊，不怕累。好，那我现在就过去。云思，那我走了。Okay, so we got to go back for chapter 3. Let's go back. So when they were looking at the painting. 云思，你来了。这会儿忙吗？嗨，就没忙过。你好，我们是做探店的，听说这里有一位大艺术家大隐于世，所以呢，我们特。Must be this one. Splash. Ink. 这画画的不错呀。这画不好，这画我当时画的太用心了，我现在得没心没肺才行。啊。真搞神，真厉害。Oh, that made things even worse. No matter what, it was going to be bad. 顾夜，你刚才为什么要这么做？ Was there even a choice in the matter? 顾一哥，我给你画个手表，劳力士怎么样？我告诉你，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你一定是我的手下败将。能不能专心点啊？来，我可不让着你。顾一，你都没使劲儿。Okay, that didn't work out. 云思，你来了。这会儿忙吗？ So we know that we went that one. Let's try the other one. 顾一哥，我给你画个手表。我告诉你，这个游戏我悄悄练了好多年，你绝对是我手下败将。能不能专心点？来，我可不让着你。顾一哥，Okay. 云思，你来了。这会儿忙吗 ？Did it lead? No, same thing. So we're gonna go back. 你瞒着你爸来找顾一。And say you heard it, persuade her to go home. 听到了，我觉得你闺蜜说的对啊，你应该回家。什么应不应该？为什么所有人都来告诉我应该干什么，不应该干什么？我偏不。顾毅，星星为你做的已经够多了，你为什么还要惹他生气？不怪他，你别护着他了。顾毅，顾毅哥，我给你画个手表。Okay, so the same storyline is there. Okay, so this one has three. Let's go ahead and forward it there. Let me get a few screenshots. Look at me. There we go. Okay. Let's choose. 我觉得沈慧星这个好。看他财大气粗的劲儿，确实看起来挺有钱的样子。我是觉得他们俩说的有点道理。你们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多少有点仇富？顾一哥，你说怎么办？我觉得吧，你们选的都没毛病，各有各的好。Okay, so this one goes back there. Let's do this again.
我觉得郑子妍这个好。多土气啊，作为本店最大股东，我一票否决。嗯，是有点不太活泼。我觉得有点过于写实了，不能够彰显画店的风格。你们的审美真让人着急啊！顾影，你自己说，你有什么想法？ Kevin, you go back. 我觉得吧，你们选的都没毛病，各有各的好。但最好你是丢了什么 Where is it? Lou 李潇，我觉得香露这个好。多幼稚啊，我看这画还以为是幼儿园小朋友画的呢。不行，看你这画确实有点幼稚哦。这个风格的确是香露喜欢的，但不适合挂在店里。那好吧，那听顾一哥的吧。我觉得吧，你。他在路上了，您稍等啊。Do the other story. 是，沈慧星就是来旅游的，我们是朋友，碰巧遇到的。你说的都是真的啊？真的真的，不信你问李云思啊。顾毅啊，你很有天赋，潜力也很大，你可千万不要浪费天赋，仗着年轻就天天傻玩。叔叔，你说谁傻玩呢？我啊，是替你爸爸担心。慧心啊，你也不小了，你应该啊。啊，我耳朵不舒服，耳朵不舒服。不愿意听我唠叨，好，那我先走。啊，车叔再见。谢谢你啊，云森。其实我也没有帮上什么忙。哦，对了。之前你工作的那家小花店呢，他们要转让了，我帮你联系了一下，我觉得你可以接手，到时候呢你就画你自己喜欢的画，你看今天不就有人来买你的画了吗？嗨，算了吧。你要是担心钱的问题呢，我可以先借给你，总之先接下来再说。真的不用，我不能再欠钱了。这个店我接了。沈慧星，你干嘛呀？我接手你经营，挣的钱刚好给我还债。你就这么做主了？不然呢？你什么时候还我钱？ Now every time you find someone that you start to gravitate towards you, they start introducing all these other character. I mean, these other characters that you start to think, 我没有宝宝了。Okay, this one I remember. 哎，你们别闹了，不行，不用卸妆。顾一哥，你是不是就想留在我身边？一年够不够？不够的话，加上一年。沈慧星，你适可而止吧你。你到底什么意思呀？你是觉得我会丢人，还是就想待在他身边？我，这，我没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们别闹啊。算了。没劲儿。That laugh. Okay, so that one does this. Rescue plan.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这是不行。这药肯定好使，能行的。嗯。总觉得，你觉得什么？我做你女朋友让你觉得丢人了？太好笑了，你上赶着当人家女朋友，你这人什么素质啊？偷听人说话，你是说我没素质？对，我就说你没素质。那也比你强多了。我跟顾一哥是有协议的，协议里说了他不能骗人，你现在怂恿他来骗我，你就是违反了协议。你违反协议就是等于违法，我现在就可以报警。他这人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他是不是一直都这样？嗯，
一直这样。你们说什么悄悄话呢？我告诉你，你跟顾一哥求情也没用。哼，这顾爷家的游戏你们玩吧，我走了。顾一哥，我刚才说的那些都是有法律依据的，我厉害吧？嗯，你真觉得自己厉害啊？不然呢？顾一啊，他喜欢你，我们谈恋爱吧，顾一，下楼吧，顾一，下楼吧，顾一，下楼吧，顾一，你快下来吧，下来，快下来，下来。顾一，他就是故意恶心我的。哇哦。这是要干嘛呀？别管，我们终于在一起了。Oh man. Okay, so what happens if you do not? 看，我们有宝宝。哎，你们别闹啊。喂，顾毅，我跟你说个好消息，有人。We need to get to that point where. Oh, here it is. 顾毅。啊。不想跟你们胡闹，你走吧。顾毅，我就知道你一定不会下楼的。啊。喂，保安。有人扰民！哎，你干嘛？啊，顾毅，你真怂！顾毅 ！Oh my gosh! Okay, so that was an interesting thing there. Okay, this one we're gonna go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I mean.哦，哎，下菜了！哎呦，我去！小鹿小心！哎呦，这些衣服都湿了。顾一哥，谢谢你。哎，你看你衣服都湿了，耽误出去玩的时间了。没事，这也挺好玩的呀。哎，这个我再帮你擦一下。谢谢啊。想起那晚的事儿了？嗯。我以后啊。一定陪你过一个更好的生日。谢谢你，顾一哥。啊，沈慧星。Wow, new branching storyline here. 真巧，巧遇了。你少装，你就是跟踪我跟到这儿来的。跟踪？我为什么要跟踪你？沈慧星，你心里没点数吗？今天说好了放假，你再这么胡闹下去，我立马给你撕毁合同。你别威胁我，不管怎样，你欠的钱还是要还的。顾一哥，别生气了，别这么跟债主说话。She always says that. Holy God. She always begins a sentence that way. 行，那听你的。凭什么听他的？他不让你生气，你就不生气？回家。Again. And keeps holding her. 沈慧星，我告诉你，我们现在都是成年人了，哎，没人陪你天天玩过家家。今天你必须道歉啊！顾一哥，我错了还不行吗？这样，我给你减免50块钱债务，实在不行100。你帮我200。顾一哥，可以了，200不少了。嗯，那好吧，以后别干这种事了啊。那我们回家。Okay, so that one opens that, but there was one. This one. I saw the timer. 放心吧，我肯定能修好。Let it go.
give you points.哎呦，喂，我这么多水啊！哎，不是，躲起来，躲起来！郭一哥，你小心躲避。郭一哥，你先回去吧，我今天不想出去了。可以。Okay, so we had both of that. Now this one. 这都喂了好几天。搞定。真自恋。不就是画画，有什么了不起？靠，口气还不行。我用脚画也比你好看。刘星一天到晚都看些什么呀？我去，这么多快递，可真能买呀！作弊骰子，网上还卖这东西啊？骰子，沈慧星肯定没好心。我给他换了。游戏吧，你要是赢了就减免你全部的债务。什么游戏啊？小时候你都不跟我玩，只跟别的小朋友玩。行，那我跟你玩。你都输成这样了还玩吗？怎么会这样？嘀咕什么呢？没什么，来，我们这把玩个大的。你要是赢了，我就把这个还债协议给撕了，一辈子都不找你要债。你小时候玩游戏输了就急眼，闹着半个小区都记仇，现在一点没变。来，跟你掷骰子了。愿赌服输。给我不给，我不给、啊、你干什么、嗯、顾毅，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有你这么耍赖的吗？你现在想起小时候为什么不跟你玩了，你就玩不起呀。你小时候你也这么讲。哼。然后呢？然后我小时候就觉得你特别有胆量，现在觉得你特别有魅力。你够了啊，顾一哥，你现在就很有魅力。Oh man, okay. 顾一，你还生气吗？顾一，你就因为债务问题成他二十四小时助理了？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我和你说啊，这个沈卫星不是要债那么简单，他明显喜欢你，我有办法把你从他手里救出来。有什么悄悄话不能当着我的面讲啊？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你能不能上点心啊？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儿了。哦，那怎么救啊？方案就是让我假扮你的女。Okay, so we get to that. This one. 顾毅，你为什么总是欺负我？对不起啊，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既然你不是故意的，那刚才的游戏就不作数了。沈慧心，你玩赖啊！兵不厌诈，顾毅，你个笨蛋！哎，你。Oh my god, she's making me laugh. 顾毅，你还生气吗？顾毅。Okay, so that takes you to that. This one. 顾毅。一辈子，快来！见好就收吧你。不，就要我就要赢你，我无论如何我就要赢你。哎，真的是，我不玩了。不行，你陪我玩吗？你陪我玩。不玩了。顾毅，你还生气吗？顾毅，你就因为债务问题成他24小时助理了？看什么？So we know now that one opens that. Okay. 这都为了。And then let's go meet with. Who did we see? Her and her gourmet chips. 你说完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打小就不靠谱。我觉得沈慧心不是向你要债那么简单。我知道，哎，他就是闲得无聊。不是，他是喜欢你，他用还债来把你绑住。你带我去见他，我想证实一下我的想法。好，我带你去。爽快，那我们得假装是偶遇他。这个时间。他应该在那家咖啡厅里吧？快走。是他吗？是他。快牵我的手。你要干嘛？亲爱的。亲爱的。其实我和他早就在一起了。你一点都不像他女朋友。你要是他女朋友的话，是不是可以替他还钱？他欠你钱的事我早就知道，不过你放心，不管他欠你多少钱，我都不会离开他的。那你知不知道他是我24小时助理？那有什么关系啊？他的心在我这里。有人以前想尽各种办法想把顾毅从我身边带走，都没有成功过，以后更不会有。我要把这协议改了。改什么？你不能谈恋爱，更不能和那个郑子言谈恋爱。凭什么？你要是同意加上，我就给你减免1/3的债务。你是第一天认识我吗？你觉得我会同意？顾毅哥，你为什么要帮着外人欺负我？沈慧星，你适可而止吧你。你再这样疯下去，我就卖血还钱。顾毅哥。哎呀，好，别闹了，你想怎么样啊你？那你把这个协议签了。Let's just sign it. Let's see what she says. We'll just do this and we'll go back to the other ones. 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让我伤心的。那你刚才的委屈是装的？什么事那么着急啊？你能不能上点心啊？当然是拯救你的事儿啊。哦。Okay, so we know it brings to that. Bu Jian.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你还钱不还钱，我来找你是来找你报仇的。
头？小时候你把我打哭，那次的仇还没报呢。小时候的事你至于吗？当然至于，现在不光没报仇，你还联合外人欺负我。你从小就不着调，怎么现在更不着调啊？你听着啊，如果你觉得心里不痛快呢，我可以让你打一顿，但你自己长点心，干点正事，怎么还跟幼儿园的小朋友一样，天天活得跟过家家似的。顾毅哥，小时候我就喜欢你凶巴巴的训我。我刚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有啊？顾毅哥，你继续。OK，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No. That leads there. This one leads here. We got it here. Ay, 算了吧，不想招惹他。胆小鬼，你不去我自己去，还叫沈慧心是吧？地方这么大，你怎么找？你管我？哎，算了算了，我带你去。Goldfish War. 哎，不记得了。哼，不记得，我就帮你记起来。这两天你必须要照料好金鱼。如果他们要是病了或者是死了，我就扣你的钱，狠狠的扣。这都为了好。Okay, so now we are 92%. There was a decision factor that obviously had to, let's see if there was a timer on this one. 故意。No. Timer on this one. 这都为了。顾毅，backwards. Okay, so this is what we're gonna have to do. We're gonna speed through this and make sure everything goes to you. Yeah, her favorite, pretty much. So. This the way.搞定。Okay. 真自恋。沈回心一天到晚都看些什么呀？什么了不起？靠，口气还不小。我用脚画也比你好看。Continue here. Go back here. 我去，这么多快递，可真能买。作弊骰子，网上还卖这东西啊？骰子，沈慧心肯定没好心，我给他换了。
故意。Got this one. Guiyan, 这是不行。这药肯定好。不想给你们。他在路上了，您稍等啊。是。我觉得沈慧欣这个好。觉得吧，你们故意，你瞒着你爸来找，故意哥。顾毅，等等，我跟你去找你爸。哦，嘿，顾毅哥，你看我好看吗？好看。我跟我爸说了，这辈子非你不嫁。来，我给你准备了惊喜。干杯！干杯！那，老公，我们休息吧。好啊。等等，我有一个小提议，我们先玩个游戏，石头剪刀布。你输了呢，就要睡客厅。赢了，我们才能睡觉。好，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那我可不让着你了。接下来我会准备出布哟，石头剪刀。Oh, there's a timer, so I can let that one go. 你为什么不赢我啊？我担心赢了你，你不开心啊？不行，再来一局。你都不知道让让我吗？一会儿再让着你。So this is this is one ending, happy ending with her.Okay, so we need to go back. Okay, so now...We have to let the time go.
你都不知道让让我吗？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呀。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不行，不行，不行，再来一句，快。Let me go again. 你都不知道让。Okay, so what?Happens here if we need to choose paper twice. Oh, here it is. You give me 认真点儿。我很认真的。哼，再来一次，你不许闹了。学人精，吃狗屁，狗屁崩你二里地！你再胡闹，我生气了啊！再来 ！Oh my God, what happens if you keep on doing it? 你别这么看着我呀！再玩最后一局，如果你再出步，我就打你哦！再来。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我没什么意思呀。我看你就是故意的。不行，不行，不行，再来一局，快。What happens if you keep on doing paper? 你给我认真点儿。我很认真的。哼，再来一次，你不许闹了。学人精，吃狗屁。Okay, 狗屁崩你二。She just okay. So here. Gotta open these. Okay, here. 你为什么不赢我？我担心赢了你，你不开心啊。不行。别耍宝了，是你太厉害了。不行不行，赶紧的，你赶紧赢，我们要睡了，快。故意，你再搞怪就没意思了。没意思吗？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不行不行，你赶紧赢，快。Oh my gosh.你是故意欺负我的吗？我是故意的吗？你再不赢，我就哭给你看！再来。Will she really cry? 你为什么不赢我？我担心赢了你，你不开心啊？不行，再来一局。你都不知道让让我吗？一会儿再让着你。So it looks like we opened that. And we opened that. So we did the Shin chapter.94%. So that means we would have to get her chapter. Okay, let's go ahead.
We know that it would go here. Here. Oh man, we still can't open the fourth one yet, so we're gonna have to okay, we're gonna have to do hers. 从今天开始, 你就说 都喂了好几天了。Okay, we're gonna do this at the end. Okay, we're gonna do他在路上了，您稍等。嗯，他不。我觉得郑子言这，我觉得吧。瞒着你爸了。听到了，嗯，我。顾一哥。我告诉你，这个。您这是顾月，we know this. We do get that. Oh man, what do we need to do here? Okay, we went through here. This one we go through her storyline.什么事那么着急啊？这事不行。
快在路上了，宁少。他不是来。我觉得香露这个好。See anything that would open Chalu's. 你瞒着你爸来找。顾一哥。我告诉你。Getting anywhere closer. I don't think there was anything here.我觉得吧。顾毅。你瞒着你爸来找顾毅，想过后。顾毅哥。顾毅，next chapter finally. Oh my gosh, but we're not going to go ahead and start this. We're going to go back and we will return next time with more Love Is All Around. But man, this took a while. But anyway, you all take care.